大家好，我是六老师。人呢？在这。好，为了不破坏画面呢，让各位看完全的这样子的一个布置背景呢，所以刚刚的开场白我人躲在外面。好，现在呢要教各位的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布置物固定在墙面上，尤其你家是粉刷墙或者是壁纸贴的，只要这两个家伙我们就可以搞定它了。首先，万用的点胶。另外还有一款就是透气胶布，等一下呢我会近距离拍照让各位看一下如何来固定，稍等一下马上回来。好，首先呢我们呢先把这个透气胶布，今天呢我用的是一个肤色的，各位看得比较清楚，大概撕成像这样子的一个长条状，然后呢在你想固定的一个墙面上将它粘贴上去，这样子的一个胶带呢它是不会伤害你的墙壁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。好，像现在呢我大概粘贴两条像这样子的一个胶带，紧接着呢我们可以拿着点胶把它粘贴上去，大概两到三个点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呢我们点胶啊可以稍微就是按压一下，附着力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再把它撕下来。好，像这边现在有两点点胶，然后呢我们再把气球粘贴上去，譬如说现在这个点我们把它按压粘贴上去，各位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就把它布置好咯。好，像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固定好了，这个方法很简单吧，大家可以在家里动手布置咯，拜拜。